Listen up， 这是 LongLiuLan Radio。如果你觉得这频率还不错，那就请张大你的耳朵修眉。2.0 的气色就是毫不保留。台湾的历史绝对被人能比，就是一种艺术。我们就是七品，市面上有看到爸爸比咖啡因贵，大家崇拜 Lazy。有什么问题吗？看什么看呐、啊？觉得哭就说，尖叫声，我们就是一群蓝裤衩。Yeah, we are LongLiuLan boy。我们没钱就没有时钟。Yeah, we are LongLiuLan boy。我们就是。说我